锵锵锵！诺姐，我能进去吗？我来找小小。真大。小诺 ，Hello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妈妈，他是谁呀？妈妈没法跟你形容这人是谁。快点吧，洗手吃饭，别拼乐高了。吃饭，啊，没有，莫姐，我不吃。啊，你放心吧。放那儿，我不会动的。我的鼻子叫。不是，我说能不能麻烦你，隔两个小时帮我浇一下花，要不它该干了。小小喜欢新鲜的。拖鞋留下就行。哦。小诺，拜拜。拜拜。来了。啊，姐，怎么捡钱了？我真捡着钱就好了。这都是公司要用的素材。哎呦，谢谢。周末还得回公司加班。这一天到晚的，姐，你放心，我马上找完房子。哎，干啥呀，姐？我给你一个惊喜啊！嗨，咱俩你还搞这个？什么惊喜？准备好了吗？啊！锵锵锵！觉得怎么样？行了，别嚎了。哎呀，可以啦，啊，别嚎了。假的想要一千多呢。
一小时才35块钱，你说他这攒多少钱才能给我买一个假包啊？熬一会儿吧啊，把想说的说了，想发泄出来的都发泄出来了，哭累了你就在这睡啊。这世界很酷。